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长河翡翠君。今天啊，餐酒搭配的主角是长河翡翠美乐干红葡萄酒。本君呢，将带着他去浙江菜餐厅邵十三寻找新的搭配灵感。绍兴菜呢，是江南地区的水乡文化的风味名菜，讲究浓而不腻，淡而不薄。今天啊，我们要吃的这道菜就是稻草扎肉。稻草扎肉是绍兴地区的传统代表菜之一，红润油亮的扎肉是一道功夫菜。经过长时间的微炖，胶质满满的五花肉皮啊，会变得柔软香糯，肥瘦相间的部分呢，酥软不腻，浓郁香甜。捆扎在五花肉上的干稻草自带芳香，一口咬下去啊，入味三分，满嘴留香。这么重磅的一道菜，搭配一款细致饱满的美乐干红，不仅有浓郁的树莓、红桑葚、覆盆子等浆果的芬芳。细细品味，还有迷人的咖啡、松露、巧克力的复杂香气，色泽深邃的酒体入口圆润柔和，精致的单宁和出众的结构感让人回味无穷，跟眼前这道稻草扎肉简直天作之合。所以说，我们的口号是吃点好的，喝点好的，很有必要。